虎扑10月18日讯，根据巴斯报消息，巴黎圣日耳曼目前准备的替代内马尔的第一人选是格列兹曼。根据今天凌晨几乎所有西班牙主流媒体透露，内马尔正在请求巴黎放行他离开，而他的目标就是巴萨或者皇马。阿斯报表示，来自法国的消息显示，巴黎为内马尔选择的替代者就是格列兹曼。在签下续约之后，格列兹曼的违约金为 1.5 亿欧元。阿斯报表示，如果冬季失去内马尔，巴黎圣日耳曼将直接支付格列兹曼的违约金，而如果格列兹曼能够问鼎金球奖，那么巴黎将更加不遗余力，因为这样格列兹曼与姆巴佩将组成法国国产中线。